用身材较好，时常晒出性感照，三摄自 BY 二脸书。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双胞胎女团 BY 二由姐姐 Michael 与妹妹 Yoon 所组成，两人能唱能跳，相当有实力。今日是逢七夕情人节，过去曾与香港赌王的儿子何猷君交往的 Yoon 在脸书透露，刚刚被喜欢的人告白了，疑似将展开新恋情。Yoon 说的冷笑话差点骗到网友，三摄自 BY 二脸书。Yoon 与何猷君曾论及婚嫁，但最后仍以分手收场。此后 Yoon 感情世界一片空白。今日七夕情人节，他在脸书上 PO 出一张将黑框眼镜拿下，露出眼睛，穿着黑色小背心，微露事业线的性感照，表示刚刚被喜欢的人告白了，让人以为新恋情有谱，没想到将贴文往下拉。他写道，让我们一起恭喜刚刚七夕情人节快乐，也说单身狗的靠过来，到底跟谁过才好呢？被耍的粉丝笑说差点被骗到，也趁机向他告白，你要不要一辈子当我家女王。Yoon 目前感情状态空白，三摄自 BY 二脸书。